老王，你还敢吃石榴嘞？嗯，吃个石榴咋了？又不是我吃的。你不知道石榴什么含义吗？吃个石榴能有啥含义啊？多子多孙呀！网友都说你现在五个子，20年后二五个孙子，40年后125个重孙子，我让你吃呀！好好的吃个石榴，你给我提40年后的事。这眼前的事还没顾完呢，那五个字还没长大，你给我提个字，又是孙子又是重孙子的，你别给我制造画面了，行吗？我这个时间段我都没从阴影里边走出来，你孩子又给我提孙子重孙子的事，你有完没完？你别笑，要不是你治的好，谁生五个字？那到这一步，字还没养大了，给我提孙子重孙子，你还让我有好活气吗？你还让我活吧？我还给你提，我不就是给你打个预防针吗？行了，你闭嘴吧你！吃个石榴，你给我造那么多故事！停停停！